我是公关的组长，在2014年6月10号，然后双蛋8:10，出发的是2034江北香港树林的布优马之角，准备进来，不知道是不是彩绘，是吧？因为昨天上山太远了，对我来说太远了，对吧？铁路姐没拍到彩绘，有点可惜。然后今天应该是彩绘吧。各位，屏东6:305的彩绘布优马之角，2034江北香港树林。天佑2019的天佑2020在双蛋准备试营了，是吗？是彩绘吗？一般的啊，算了，好了，没关系，那就算了。天佑2019天佑2016不用嘛，这样干个字就拿，拜拜。